过去。Hello everyone， 所以今天是2月19号，今天的 plan 就是我早上会去个咖啡厅，现在是大概时间差不多11点了，我会先去个咖啡厅坐住，然后一个人喝一杯咖啡，然后做一下我的东西，然后1点钟我会跟我朋友去约去一个 restaurant tea， 因为我带一个这样的耳环，我最近很喜欢戴这样的耳环，因为我没有洗头，所以我决定把头发绑起来。Let's go. The OM tote bag， 它是一个 tote bag， 是我很喜欢戴的一种 bag。我를상상하며근데왜이런생각을하면서너를추억만하게된건지 yeah. 어쩌다너와나왜이렇게끝난건지너를기억하면난가슴이아파와Good morning, everyone. 所以现在是11点早上，然后其实我现在其实有一点赶，我其实要去 meet up 我的 friend， 所以我要带你们跟我一起做 mini。Let's go.就是买了这个我最喜欢的 curry microwave fries， 我觉得挺好吃的这个 microwave fries。然后我还买了这个 everything but bigger 的 cheese， 听讲这个很好吃，所以 why not give it a try。然后我还买了 yogurt， 这个 low fat yogurt 是我最喜欢的 yogurt 来的，这个 low fat yogurt 我觉得挺好吃的这个。然后我还买了。Cauliflower bowl rice， 这个一个才280大卡，所以我觉得挺好的。Aloha， 今天其实做了蛮多东西的。我今天早上就是去了 Stone Towns meet up with my friends， 然后我们吃了一个 brunch， 然后我3点多刚回来不久，然后现在时间是5点半，然后我早上现在想去做一个 workout， 给我上身穿了一个。很像 teddy bear 布料的这种感觉，这种 teddy bear 布料的一个 sweater， 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冷，今天大概是13-14度，是蛮冷的。然后我打算穿这个 top， 因为等下会出汗。然后我下身就穿了一个 Aritzia 的紧身裤，这个紧身裤其实很舒服，这个是我穿过最舒服的紧身裤。我现在包了这个鸡胸肉红枣汤，希望明天早上可以喝。유난히도캄캄한밤에나홀로너를생각하네이런기분설명할수없어원래이맘쯤너와의여행을생각했었는데 yeah, yeah, yeah 네가좋아하던왕과선물을준비했지니왜 OOTD 너를기억하면난가슴이아파와어쩌다너와나Hello， 今天的 plan 就是我去我朋友家，去了我朋友家，晚上我们一起去吃火锅。